行不行干净女孩啊，说话哦，国强刚把钱还干净，所以今天是一期泡面推荐，而且均价不超过5块钱。首先是华丰油泼辣子面，批华丰食品，虽然它包装已经暗示很明显，但我没想到它能这么酸这么辣。不都说酸辣女吗？这东西吃完哦，可真的是死的龙凤，好歹毒的形容。还有杨掌柜肥猪味个人拉面，批杨掌柜食品，这么小个盒子里塞了整整5包料，所以它本身汤底泡出来就特别浓，再加上它面饼做像米线，还无敌细汤，香味辣味都特别足。最后就是没什么人知道，但我超爱的炒面王，批会吃面食家一定要买特制香辣味，因为它是干拌面嘛，所以调料会均匀的裹在每一个面上。虽说比起夜市少着锅气，但味道绝对能甩他们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条街。我真生气了，你们内蒙朋友还是把我当外人了，就眼睁睁看着我买了这么多斤几百块钱的牛肉干，那10几块钱一大包牛筋的牛肉筋，你们是提都不提啊？哎，别跟我说什么胖咸是边角料，他都没嫌我穷，我还能嫌他慢？而且我必须说句公道话啊，他这肉哪里碎了？这不挺完整吗？啊，肉连着筋的，而且这原味的，我怎么吃的比那牛肉干口感还好啊？肥瘦相间，还越嚼越香。哇，那个孜然跟香辣味就更不用说了，放空置然后叮2分钟，这不纯纯其他的烤肉吗？而且配料表只有牛后腿、肉筋这些家常调料，没了啊，这不天选减脂零食吗？作为一个韩料爱好者，如果你还不知道它的食材原来这么便宜，那你真的亏大发啦！就说炒年糕吧，有所就能做的东西，店里一份敢卖你30多。我一气之下直接买了个5斤装的韩式米条，瞧好吃家，一斤还不到6块钱，这么大一包，别说炒年糕能炫到饱了，我感觉都能给我送走。但我其实更喜欢这个宁波特产水墨年糕，品种鲜食名家，它一斤才5块钱，吃起来更软更糯，还有一丝清甜的米香。鱼饼的话，推荐你买盐城的，一休屋一包有7大片，它吃起来没有淀粉味，就是鱼肉的弹牙更鲜甜。把它浸到汤汁里啊，就是一份顶配炒年糕，我都不敢想象啊，做得有多好吃。还有平时吃韩料独爱炸酱面，其实也不用把这东西想得太复杂，它其实就是面加酱啊，再切点小菜。面是这种餐饮面，一包1块的。欧瑞食品家是那种粗粗的，而且越煮越劲道。平时炒面呐、煮火锅啊，我都爱用它。炸酱面的酱呢，你就选这个富多亚。王小姐食品店家。确认过眼神啊，就是韩料店的神，随便挤一挤拌一拌，这种微辣带点甜，又有满满豆浆的感觉啊，就是这个味儿。飞机这玩意儿做多了真的不好，因为被它种草那航空零食你吃都吃不完。这是我在批样样好美食买苹果脆，作为一个一上飞机就食欲全无直接躺平的晕机人，第一次在飞机上打开这玩意儿，感觉机上空气变清新了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特别酥脆，而且它配料表居然只有红富士苹果，就这一配置别说吃到国内的航班了，就是外星飞船来地球了都得揣2包走。还有 PDD 英伦之源旗舰店家小米锅巴，它得过超多大奖还有很多专利，我更推荐大家尝试它黄瓜味，吃起来非常清爽，带有丝丝甜味，而且不到30能买2斤，你小子偷着乐吧你。有时候还真不是外边东西吃不起，而是在家吃素食它更有性价比。一个是五谷鱼粉，你敢相信外边20多一碗鱼粉自己在家就能做出一模一样的味道吗？而且人家一包还不到5块钱啊，它能说谎吗？ P3 附加它粉煮出来很软很细，汤底有鱼的鲜味，整个扒在粉上特别够味，想要达到这个效果煮的时候水到400毫升就行了，再多就不礼貌了。还有随处可见云南米线，外边餐厅卖的可能不正宗，但是从云南来的马老表它绝对够味。 P1 马老表官方前店，就算米线是蒸出来的久泡不烂，而且特别 Q 弹，它所有味道几乎都不踩雷。但如果你是吃不惯香料的，记住不要靠近傣味小米辣，会变得不幸。牛酱的咖喱好吃我想死啊！这其实不是我第一次跟做了，自从去年7月跟做了一次之后，以及看完咖喱体力乏了力了。我食材跟聂老师几乎一样，就是把鸡胸肉换成鸡腿肉，因为更嫩。重点是这口蘑一定要多放，因为它的口感真的很神奇，它能让你在一坨黏糊的咖喱里突然吃到一口嫩滑，就很 nice。 接下来煮的部分啊，就更简单了，就按步骤无脑下食材，先放鸡腿肉，后下洋葱，火锅再下土豆跟胡萝卜，等它们都炒软之后，再下番茄跟口蘑，再去炖。这里按妖老师的配方，其实是不用加水的，但是我建议哈，就掌握不了火候的，还是加点吧，总比糊了好吧。炖好之后，再倒2勺椰浆，再放4块咖喱进去就好啦，简单吧，简单的离谱啊！最后出锅前一定要记得下番茄酱跟芝士哟，毕竟只要加了这两个东西，它不可能不好吃。吃不完的可以分几份冻起来，微波炉热一热，嘿，又火锅了一天。